你好歹搁甲咪走看卖咧，若后尾抓到吼，我若无甲你整理哦，你袂再甲你共姓。讲到这个事，啊，伫当时遐尔好胆，啊，敢敢你安尼大细声？拢你伫咧听声啦。较早一个囡仔细汉的时，虽然讲读册有较含慢，啊，唔敢甲因爸在大细声哦。去台北甲阿姐迄阵代志遐大阵哦，我拢无讲伊哦。煞咧今仔日到踮客厅，甲因爸呛住啊。安那，咱着搁呛我看卖咧啊。拄只我伫客厅吼，我无爱插伊，就是因为咱门口定有迄青云人伫遐出出入入啦。我无爱互人讲哦，说你对我不好啦，也无爱互人讲我倒有出呢哦，不晓教囝啦。今即摆你来底啊，你搁呛一下我看卖咧，搁呛啊！恁爸较早是换大尾龙毛咧，你当作恁爸是安那大乌呐呢？好大即摆你来底，你搁甲恁爸呛看卖，恁爸若无多他弟弟，恁爸让你出笑的。好啊啦，有出呢，莫搁生气啊啦！啊，即摆伊都知影唔对啊，跪在遐叫起来啦。伫内底呢，有你伫个呢，啊！我即阵若扶伊起来，我后工伫你面头前要哪徛起啊？我毋说，互伊笑死啦！天宝啊，甲恁阿爸死咧啊！阿爸死咧啦！起来啊！我甲你讲哦，顶阵哦，你转来时，恁爸用锁仔甲你绑咧，叫恁大汉甲你顾咧，结果你也甲咪落跑就对啦。这边吼，我无爱甲你罚，我也无要叫人甲你告。你好歹搁甲咪走看卖咧，若后尾抓到吼，我若无甲你整理哦，你袂再甲你共姓。春诶啊，免为啦。啊，无你是姓啥？姓杜啦。啊，恁囝姓啥？伊要所以啊，甲伊共姓。过右边的。